燕赵大地，自古多慷慨之士，荆棘之地，豪杰辈出，燕赵武术，冠军之师，汉水浇筑，金牌荣耀，竞技武术以金牌战略，河北武术敢于争先，国内勇夺冠，闯入亚运会，打入世锦赛，夺金全运会，金牌大满贯，河北武术谱写新的篇章，倚天长剑擒魔力，蓄势待发创佳绩，河北武术人拼搏进取，新的努力，新的辉煌。